首先恭喜韩国瑜市长赢得初选，并给予祝福。我要向所有关心郭台铭的朋友、支持果冻的粉丝以及一起打拼的伙伴致上最诚挚的感谢。感谢生命中因为有了大家，有了这段历程而更加丰盛。九十天走遍了生我、养我、育我的台湾各县市，握过了无数热情温暖的手，接触到无数渴望改变的眼神。我到底能为这块我热爱的土地做些什么？我到底能够为这些善良的人民多做些什么？我对中华民国的热爱永不改变，我为中华民国奉献的决心永不放弃。愿中华民国更强盛，愿台湾人民更幸福。郭台铭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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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董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台湾 Number One！ 愿中华民国更强盛，愿台湾人民更幸福。